你好，我是戴中仁。大古董商张伟华又在玉市场放火了。香港佳士得在2022年的11月底要再度的举行云中玉院的专拍，这些都是来自张伟华的古玉收藏。因为张伟华个人的影响力还有他的收藏品实在是十分的精彩，所以使得古玉市场在整个不景气状况之下是一枝独秀的。因此呢，市场人士就说张伟华在玉市场当中放了一把火。而这次的拍卖呢，以汉代的玉器为主。据我所知道，我光提两种玉器，两种这次上拍的玉器，其实呢，我就立正敬礼了。第一个跟大家提的是所谓的涉行佩，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在广州发现了重要的南越王墓，而随葬的涉行佩呢有七件，知道这个数字啊是中国大墓当中最高的这个数字，而它是王。也不过只有七件涉行佩，这一次的专拍当中，张伟华推出来的也有七件，难道张伟华也是王所投胎的吗？而另外一种拍品呢，是玉璧，我讲的是这种玉璧，是镂空雕的龙纹古文璧，或许你会觉得很熟悉，的确，你可能去看过，您可能呢也看过照片。我们刚刚提到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墓呢，现在变成一个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的正门口上面那个 logo， 你看看，不就跟它差不多吗？同时呢，南越王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那个玉璧，你仔细的瞧一瞧，这两个镂空璧其实形制几乎是差不多的。至于什么是涉行佩呢？你慢慢看，也慢慢的听我说下去。涉是指古代射箭时戴在指头上的套具，最早出现于商代。凹槽用于扣住弓弦，两孔是穿过绳子绑在手腕上，以防脱落。汉代时，涉已经不太具有实用性，但是装饰效果增强，成为男性贵族骚包的装饰品，而地位越高，权势越大，所使用的涉行佩就更加的华丽精美，制作的工艺水平也更高。这也就是涉行佩古玉在拍卖市场中受到关注的主因。这件作品中央圆孔镂雕一凤，弯喙大张，衔着羽翼。周边有凤纹，每一面四个凤首，做闭口卷绕状。佩的两面雕琢花纹相同，但一面采取了浅浮雕，另外一面则是单阴线刻。这件作品有意思，上方漏掉了一个口衔小蛇的凤鸟，图胸弯喙，冠羽雕纽丝纹。这种凤鸟衔蛇的造型最早出现于战国玉器上，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藏有两件作品。这类纹饰从战国一直沿用到西汉中期，例如满城汉墓也出土了一件凤衔蛇的玉饰。这次专拍有两套主佩，其中各有一件涉行佩，但其中之一的西汉玉主佩中的云气纹佩就出现奇特的卷纹。另外两件拍品，西汉早期的凤纹涉行佩以及西汉龙凤纹玉环，这其中都有雕琢成蓬松胀大的变形卷云状。同时在其他地区汉墓出土的玉器完全看不到这种特殊的纹饰，这是张伟华的发现，他认为这是南越国的玉器特殊美学观。我们刚刚所介绍的那些玉器呢，都是过去呢古代的贵族男人他们生前或是身后的骚包的这个装饰。而这次拍卖还有一件拍品非常的写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又有特殊的寓意，那就是英雄。
此间原来是德兴书屋的旧藏浴室，圆雕的鹰和熊搏斗，不过在仅仅4公分的玉料上能够刻画出激烈生动的斗争画面，雕工精湛，极富巧思。这间浴室熊的造型符合了汉代立体圆雕头圆竖耳撑目嘴尖爪利的特征，这和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所藏的西汉铜鎏金熊形的席阵造型相近。鹰的造型圆眼勾喙回首，和陕西南镇龙冈寺遗址汉墓群所出土的一级文物汉代玉鹰相类似，都是属于同一个风格。汉代的玉雕动物禽鸟大体上都呈现动态，但像这件英雄搏斗的生动表情作品十分罕见。这是云中御苑第4次的专拍，而非常重要除的是它器物精巧之外呢，也因为它的质跟量都惊人，也显示出了这些色形配呢，那么符合历史文献以及出土的考古资料呢，告诉我们色形配就是表达过去的这个主人身份地位以及他权力还有他财富的一个重要标志。我过去呢常常没大没小，我看到张先生呢，就是张伟华先生呢，我就叫他老大老大。这一次呢，我看到他推出了这些帝王将相级的玉器啊，我觉得下回我看到张先生的时候，我应该恭恭敬敬的叫他一声王爷了。我是戴仲仁，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别忘了锁定我们频道，我们下次再会。